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宅。最近好几位网友来问，为什么不会回补？为什么没有见死不回城？或是技能不会放之类的问题，我都已经一一帮忙解决问题了。但为了可以帮助更多人解决问题，所以来拍了这支影片。到底快捷键该怎么设定？要怎么放？浪漫天堂才能判定呢？首先要知道，游戏中的快捷列总共分为三页，一页可以放八个东西，也就是所谓的1:1到3:8。画面下方这排就是快捷列，快捷列下面有三个小点，对应着第一页到第三页。像我画面中的就是快捷第一页，我1:1放料理，1:2放娃娃券，1:3精灵饼干，1:4变身券，1:5洪水，1:6回卷，1:7剑矢，1:8顺卷。浪漫天堂有四个固定的判定位置，1:5洪水，1:6回卷，1:7剑矢，1:8顺卷，这四个是固定不能变动的位置，放到其他位置它会判读不到，就有可能导致你被打不能瞬移，或是箭矢没了不能回城补给。这个设定很重要的，不管你左边怎么变动，快捷第一页右边那四个不要动到，要按照这个顺序去放，浪漫天堂才能判定得到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，希望能帮到不会设定补给的朋友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欢迎留言给我，或是到粉丝团私讯。觉得影片不错的话，可以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记得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新影片通知。也可以分享这支影片给你的朋友。我是老宅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